从接触到今天的体系之后，发觉我等重新再扎实的打好我的基础，然后才有办法比较顺畅的往上发展。不然以前是一直都是上了很多课，但是是收获到里面的并不是很多。对啊，但是自从重新扎根之后，发觉我的会比较有系统，更有系统的来学习这个乐器。